OPPO Reno 7 Pro 发布，首发天玑1200-MAX 内置 2GBW 图像融合单元，售3699元起。凤凰网科技讯11月25日消息 ，OPPO 今日召开新品发布会，发布 Reno 7系列手机。OPPO Reno 7 Pro 首发联发科天玑1200-MAX 处理器，并配备自研 2GBW 图像融合单元，售价3699元起。OPPO Reno 7系列包括 Reno 7。Reno 7 Pro 和 Reno 7 Surface 三款机型，此次 OPPO Reno 7 Pro 共有星宇心愿、雾雪金和星夜黑三种配色，其中星宇心愿配色后盖采用光刻工艺，镜圈采用陶瓷彩镀设计，并配备星环呼吸灯，支持通知提醒闪烁。 Reno 7 Pro 后置搭载5000万像素三摄系统，主摄采用1/56英寸 IMX766 传感器，配备超广角镜头和微距镜头，支持月光夜景算法和 Live HDR 算法。OPPO Reno 7 Surface 搭载联发科天玑900处理器，配备90赫兹高刷屏，并支持最高 8G 运行内存和 256G 闪存。本次发布会上 ，OPPO 还推出了 Enco VRi 真无线降噪耳机、Enco M3 耳机、OPPO Watch Free NFC 版。和 OPPO 智能电视2娱乐享版，并宣布将对 Enco 系列耳机更新双击遥控拍摄等新功能。售价方面 ，OPPO Reno 7 Pro 8GB 加 256GB 售价3699元，12GB 加 256GB 售价3999元。